说，情报是不是你卖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还想跟我装？不是你还有谁？说！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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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得了癌症，急需要做手术，我需要钱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你为了钱背叛我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别说20万了，200万我也可以给你。我管谁要钱，我都会要你的钱。你就为了你那点狗屁自尊心，老程都被你给害死了。老程怎么了？刘备派人把他给撞了，这一切都怪你所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，你以为警方抓捕是多游戏吗？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全因为你白费了。小美和刘伟已经知道我们之间有内鬼，你觉得我俩还能活多久啊？